看吧，我一出来都预警哦。Sun of Sun 太阳之子。现在呢，来到现场了。我这一次的张志胜真的很屌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首先就是我代言的阿鲁，这次我们的联名款，买完就没了，很多颜色。我希望呢，明年啊，还有三年后、五年后，也是我最大的张志胜，可以哈？没问题。听到了没？可以了哈，可以了哈，老板答应喽，老板答应喽。我们的 BF 真的你很挺我们的，真的谢谢，你辛苦辛苦。哎，怎么香菇干？不，就是怎么那么对健身怪怎么那么好啊？因为自己也是健身爱好者。你这次我们是推的，这是我们是夏季的，这是我们新的味道。那我们 BF 体香喷雾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它除了抑菌止汗以外呢，它同时又有很多不同味道的调性，很好闻，可以闻闻看。那它这个让我们选手或是喜爱运动、热爱运动的朋友流汗的时候呢，不会因为异味所困扰。哇，太棒了！你的用一次，我这次继续用，超棒，谢谢，超香，这个超香。哎，我快没了，快去给我。没问题，这边马上送给你们。这个不用说吧，你们真的谢谢了，谢谢茂峰。因为我刚当然认识是这样子，我去演讲，然后刚好遇到，对，遇到。我们没看过这个讲者会自己脱光光在台上演讲，所以以后我演讲都要脱衣服。对，这样子你脱的剩的越少，我们赞助的越多。好，那我直接脱下面。没有了，不能脱了。这是我今天所有的前六的选手有机会抽到这一台。谢谢。今天是不是很大方？300cc， 今天只要晋级都有机会抽到。哎，而且它的油箱蛮大的。对，它油箱蛮大的。哎，超帅的，我真的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，就是我的家人，亏心的大家。谢谢，你看，那谁？太帅了，就是我刚到健身，大家觉得是其实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是第一家马上跟我答应好的最大的厂商，真的谢谢你。谢谢。哇，也是开心的。太帅了吧！一个月加学费的，一个是蛮棒的。OK。一个是真赔，一个浅赔的。运动前喝咖啡非常好，像我啊，现在做功夫运动的之前，我先喝黑咖啡。对。这个非常对你的健身对都非常有帮助。这个牌子就不用说了吧，班长。
球迷观战。你们今天有什么活动啊？哦，我们今天活动超多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乳清。对，原本我们没有在做特价的，但他今天跟我们购买的话，直接就是便宜卖给你们，对，半买半相送。然后保健食品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全部都特价，都低于官网的原价。哎呦，而且我刚刚有发现，你们招待怎么招郭彦均的？郭彦均，你今天还不来？而且这个两位美女，听说你们要参加我的比赛，新秀，过来，什么时候？明年哦，对，是我办的，对不起。新秀的话，应该明年的一月啊。好，加油。好，那第一名 ，Chris， 来，这个也是我的代言的 ，Try On。耶、这个都是梦多最喜欢的口味。这一季我最爱吃的是这个。这个，花生可口蛋白棒，超级无敌好吃。然后最夯的就是这个无添加浓缩乳酪。照片 ，Me， It's me。还有就是优马的自有品牌，然后我们注册就可以限领折价券200元，新客的话，那我们今天现场都有最新的蛋白棒、蛋白点心，啊、就是 all in， 而且他就是超级挺我的。那个时候好像我决定办这个比赛的第一天是我跟你讲的，然后隔天是帮我打印好的，谢谢。说话像话。虽然呢，我不是他们的代言，但是有时候是偷喝你们的，超好喝的，超爱，因为配戏上账给我，真的他们的品质都非常好，而且他们的蛋白质非常优。为什么我的肌肉发达的很快？因为睡眠的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这个。来，讲一下。耶，梦多 ，Hello。嗨，讲一下你们的商品。我们是卖 CBD 的。简单来说，三个功效。专注运动是。减缓肌肉疼痛，睡得更好，是 OK 吧 ？OK， 非常好，是不是真的很有用？对，我跟你讲，一开始啊，就是蛮怀疑的，一开始、啊，因为我不知道。结果后来呢？超爱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睡得非常的深，因为我以前呢、啊，我而且备赛的时候，睡不好，对，然后就是常常起，就是半夜会起来，咚。开始是用你们的东西之后，是，直接睡到早上。谢谢梦多，而且这个是不是胡乱？我是真的，这真的不是胡乱，真的不是胡乱，我是真的，这个是，因为我已经很多人就是，跟很多人就是加你们的商品，是，基本上呢，目前的百分之百是用过他们的商品的人，大家都满足。对，我们东西真的是这个啊。这个啦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而且你看他们的商品的包装非常的用心，没有了再寄给我。好，上寄。谢了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最爱的日本的员工品牌 Chronos。感谢。因为那个我私底下就是这一穿的日本的品牌，就是他们的衣服。第一个，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设计，非常的帅。而且我的这几个月的赛裤都是用他们的赛裤真的很好穿，真的非常的好穿，因为他们的设计不用就是只有运动的时候穿，休闲的时候也可以穿，约会的时候也可以穿，真的大力推荐。介绍一下这个公司为什么没有人，因为我的公司联邦多，这个很厉害哦，因为那个它是日本买的最好的联邦多，而且它是用只有用水哦，里面放的没有奇怪的东西哦。如果卸妆或者 是那个脸很油，直接洗就洗得非常干净。而且很多过敏的人，他们的那个过敏又不见，对，因为那个所以日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红。然后这个是我公司要进台湾的，所以大家请多多指教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 Bob 来了，耶！非常的 Bob 的衣服呢，第一个非常的好穿，而且你们的排汗的能力都很强。是，谢谢。他们的变化很厉害，是几个礼拜放一次，两个礼拜上。对，两个礼拜会出，大概出一次新款。而且他们对台湾的选手都真的很好。现在你们有几个选手？应该有蛮多的，可能算不完，对不对？对，算不完，对。希望台湾有更多的选手可以到国外，到一些站上一些国际的舞台。而且可能在日本的 Japan Pro 的舞台会看到他们的衣服。对，希望有机会。对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起笔。对，你会吗？会吗？好的，会吧，会了。OK。那我们在日本见哦。好，谢了。好，接下来闻到很香的味道，这个是。是我朋友的店 ，A 扎鸡呢？这边哪里？你上面的几号？你上面123。123号。然后那个餐厅是？识时英雄。识时英雄。
来，好好好逛好逛，好刚炸好的，很好逛。哇，这个太邪恶了吧！这是肉桂卷，您还吃得下吗？哇，真的是太好，我吃一口。真的好吃哦！他好喜欢你，他刚刚远远说你好帅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但是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其实你衣服穿太多了，等一下会脱掉。像这种的比完赛啊，吃甜点非常非常的一件幸福的事情，真的很好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虽然凯哥不准用拉力带，但是我还是用，因为他们的拉力带是全世界最好用的，对吧？对。真的很好用。但我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？真的很好用。科方有交代说，木都哥本来用很久，那个有点坏，所以你直接帮我现场试。好，现场给你一个。太好了。对，就是掌垫有做特殊的设计，所以它会在拉跟推有做更加强，然后会保护你腕隧道这边。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玉龙的 Inbody， 谢谢老板，好老板，他是我干爹，干爹，他们的 Inbody 超准，所以像我们备赛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一开始会看脂肪，但是最后包括内脏的脂肪还有皮下的脂肪，还是用 Inbody 比较准，所以大力推荐他们的 Inbody 超级超级强，而且他们真的很大方，而且刚刚已经讲过了。明年还是好赞助我的比赛，谢谢干爹。对我已经吃完了，你要切给我。没有问题。我脸皮越来越厚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 Team Joy， 这个也大家知道了吧？好朋友大 H 啊 ，B 达，大家都是穿啊，没关系啊，给你们晒就好啦。而且呢，我觉得他们的女生的衣服也非常的好看，因为你们的女生的衣服的设计都好棒，而且他们也是对台湾的选手都非常好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我多谢谢你啊！不，我们是互相帮忙的。玉镜好吃，谢谢。介绍一下你们的东西，来。啊，我们是用低温输肥的，然后低卡、低油脂、低钠的。健康餐盒，对，有几个选手在吃，我吃一口真的超好吃，对，谢谢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们用低温酥肥的鸡胸肉，对，而且吃起来刚刚有吃啊，就是因为我很怕味道太清淡，其实不会哦，它其实有味道的，而且是吃起来完全没有负担的感觉。对，那喜欢我们日清好食的朋友，可以来我们桃园市区的桃园店跟八德店。谢谢，网络上也可以买得到吗？也可以 ，OK。对，我们要宅配冷冻的鸡胸肉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你们赞助我们的比赛，谢谢。皮大哥哥的健身房，这个我可以证明了，因为我常常去他们那边训练嘛，所以他们的东西非常非常的，而且他们的地方呢很方便的，因为离我家很近，在南京东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南京东路跟新鲜北路的路口附近，所以大家有机会去看看哦。谢谢。因为呢，我的左边的肩膀受伤很久了，但是我现在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它。讲一下，我的肌肉啊，我们的结构啊，都会一起帮你放松，对，然后把你客制化的一个问题找出你的原因，然后来帮助你。我是说真的，因为这是 Peter 哥哥介绍的，对 ，Peter 帮我介绍的推荐的，然后肩膀都没有好。然后去了几次了，2次3次就好了。哎，对，有感觉。那时候就是我，其实我的肩膀那时候很严重。对，旧伤。旧伤嘛，对不对？我的旧伤好了，也是离我家很近，也是中山区吧？那时候是赤峰街。你讲一下那个你们的店的地址。哦，我们在大同区赤峰街44巷19号1楼。对。但是呢，在双连站旁边。其实他最近有一点忙啊，所以要约的话赶快约哦，连我都约不到他。其实很饱，没关系，我们刚好可能汤也卖完了。你没卖完哦？对，我们卖完了。对啦，我们是高雄来的黑鱼土鸡。黑鱼土鸡。对，然后就是会冲浪的鸡。
为什么重量轻？我们的肌就跟会冲浪的那些朋友们一样，就是身体都很健康。然后因为我们是半放牧的方式，所以土鸡身体的肌肉蛋白质的含量也都特别高。而且我有跟那个老板聊过了，你其实你们卖蛮多商品的。对，我们就是生的熟的都有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可能工作很忙，又要健身，所以没有时间准备，所以我们有什么鸡汤类我们有，直接加热就可以吃的。然后鸡肉像甘蔗鸡啊、鲜水鸡也都有。OK， 非常好吃的，真的大力推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Family, but I ran into you yesterday, and you never saw it coming, baby. I know you.